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ke 大叔，今天就来到台北市中山北路53巷的三合屋，这是一间新开的鳗鱼饭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标榜说就是现点现杀的鳗鱼，就是在一个中山北路的巷子里。其实我礼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有来过了，因为他们礼拜天公休，所以那天我没有吃到。好，那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好，那就可以拍到这个鳗鱼是真的还蛮新鲜的。好，那那真的是现杀的哦。哦，那这真的是我目前看过鳗鱼饭店是还真的看得到。好，那这样亲眼所见就能够相信了，这个就是现杀的鳗鱼。好，据说这边的师傅都是日本师傅啊，然后好像是得这个新加坡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好，那这个画面有点血腥啊，就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大致上是这样啊。那我刚刚看到这边的鳗鱼都稍微还会有点会动。那最后面的那一只是，这一两只是还会动的哦。好，那再来就是烤鳗鱼。好，虽然这样画面是比较残忍啊，但是那这个鳗鱼保证是非常新鲜的哦。就说就是用这个背长炭的木炭去烧烤炙烤。好，那再就是点餐品尝看看。好，那这样就是亲眼所见就可以知道说这是真正的活鳗的店啊，就点了然后就杀，然后现烤。啊，曾经在那个抢救贫穷大作战里面看到说这个串鳗肉的事也是非常困难的。好，那师傅已经串了一半哦，那等他串好再放，拍他放上去的样子。好，那师傅打给我看哦。好 ，OK， 好，现在已经串好了啊 ，OK， 这是非常厉害的技术。好，那可以看到这个刚串上去的鳗鱼还是活着的啊，算是残忍，但是。讲坦白了，像这鳗鱼是非常的新鲜的。好，那介绍到这样，如果不喜欢的话，就请跳过这些画面。好，那这边也有饭团可以外带，然后价钱都一个才40块，然后便当的话是400多块。
好，这个是饭团的部分。好，那这边是便当的部分。好，那个人觉得以这样的新鲜度的话，这样都算蛮便宜的。好，那这边就是入口的地方，就写着三合屋，然后很日式的风格。好，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才刚开幕，所以 Google 地图上目前还找不到资料。啊，不好意思，那我一位。啊，一位。哎，好，谢谢。好，谢谢。哎。这里好吗？哦，好，谢谢。啊，您请说。这是我们主推的蛮贵套餐，它有就是有三吃的部分。是。那这是大中小，那你看到的碗比较大，就是比较大中小。我们图片都是真实，不会骗人。是。那这边会附一个碗，一个汤勺，那你可以把饭跟那个肉盛出来干吃第一次。那第二次真的是高汤，那你可以加一点葱花，然后紫菜。或者是你有兴趣加芥末的话，你就把它加进去。那这是第二吃，那第三吃就是你可以把一点瓦萨比跟葱花也放在这个鳗鱼饭上面这样吃，这是大中小。好，那第二，如果说你不要吃三吃这么多的话，分量多的话，你可以吃只冻饭，冻饭就是饭在下面，鱼在上面。那这个是就是差别，没有三吃，没有汤，是，没有海带汤，也没有那个高汤。OK， 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是定时。是。OK。好，然后这边是单点。OK。那便当是外带。好，了解。那麻烦您看一下。嗯，好，谢谢。好，那小姐其实讲解的很清楚了啊。这个是三吃的部分。好，那这个。好，那这是菜单的第一页的下面。好，那这个是菜单的第二页。菜单的第三页。那菜单的第四页。其实个人觉得这样的话，它的餐点不算贵哦。没有啦，好，那我就要先点这个白烧的鳗鱼的鳗白烧，还有这一份这个鳗干烧。好，那主餐我要点这个特大碗鳗鱼冻，好，谢谢。谢谢。一个鳗白烧，一份干烧，对，然后一份特大的冻。是。好，谢谢。好，那社长很亲切的介绍，他说这个酱料就自己加，这个比较甜一点，这个是原味，然后这个是山椒，可以加在饭上自己加，可以自己做调整。好，那这个是这边的第一眼的介绍。严选产地直送优质活鳗，在新加坡连续3年米其林推荐的烤鳗达人，以纯熟的技术用火力可达1000度以上的焙长炭烧烤，营养满点，香喷喷的鳗鱼饭，特别是名古屋名产鳗鱼套餐三吃，欢迎您鉴赏品尝。好，那点这三样之后，跟我上次在冰松屋了哦，刚午好，总之就是有一个活鳗的料理专门店。那跟上次的价钱差不多，好，1034。啊，谢谢。好，谢谢。谢谢。好，非常正确的上餐方式，先从白烧的开始。不好意思。好，那仔细的看一下啊。好，那可以看到。前面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鳗鱼是现杀的哦，那当然有点残忍，就斟酌一下，但是这个美味程度一定是非常美味的。好，那我就先吃一片原味的看看。非常吃得出这个鳗鱼的原味，然后它的油脂是非常的香。它原本的原味是很浓郁的，很浓郁的鳗鱼味，然后很典雅的香气。那沾上这个蘸酱吃吃看。
沾上一点点酱油的话，更凸显出它这个鳗鱼的香气啊。嗯，那个人建议就沾点酱油吃，可以吃得出它这个鳗鱼原本的味道啊，很典雅的味道。那我再加上这个旁边附的调味料，瓦萨比还有应该是姜吧。嗯，那这算是有三种变化了，是原味，然后沾酱油，再来是这个佐料沾进去沾。嗯，都很不错，个人觉得那个酱料沾一点点就好。哦，那鱼肉非常的紧实，有一点点脆脆的感觉，哦，好吃，很鲜甜。哦，这算是我比较没有吃过的感受，因为它是活鳗哦，所以它味道非常的典雅，哦，好吃，然后当然是满分哦，那新鲜度是无可话说的哦，非常非常的新鲜。嗯，应该说无话可说。嗯，好，那鳗鱼非常的棒。好，再次烤鳗干。好，现在吃吃看啊。好，那这个新鲜度一定是非常的棒啊。嗯，它有点甜甜的酱料啊。甜甜酱料，然后吃起来会先干干的，再有点苦苦的，然后半干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哦，很好吃，也是很典雅的味道。哦，这个真的蛮值得细细品尝的，哦，很好吃，然后慢慢的炙烧，哦，味道非常的鲜美。嗯嗯。哦，这是我吃过，应该算是很新奇的味道。虽然也是鳗鱼饭，然后鳗鱼干烧，之前都吃过，但是因为它的新鲜度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所以它吃起来的味道又跟我之前吃到的这个味道有些许不同。鳗鱼肉的味道比较浓郁，然后鳗鱼干吃起来会有点脆脆的哦，非常好吃。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满分哦，好，那非常值得来品尝。好，刚刚的调料少照到一个海盐啊，那这边再补一下。好，那这个就是三吃套餐了，啊，他们直接帮我改成是三吃的。好，那我顺序记不太清楚，那就先吃吃看。好，那这个鳗鱼饭是非常的新鲜跟珍贵哦，那要仔细仔细的品尝。好，那这是第一次了，先加葱花，然后瓦萨比，还有海苔，然后再加这个茶泡饭。啊，因为这个座位的关系，有可能要从侧面照，不然放不下。啊，如果弄得不是很美的话，就请见谅。其实这样的吃法我吃过了，就是在那个冰松屋。好，那现在吃吃看啊。嗯，好，很典雅的味道。这个汤应该是这个柴鱼汤头啊，或者是它那个鳗鱼骨光，因为我喝喝看汤头啊。然后个人猜测是柴鱼汤头跟鳗鱼骨头去熬的汤头，然后吃起来就非常的鲜美，然后味道就是很多元。嗯，那鳗鱼肉就是有点脆脆香香的，然后它的鳗鱼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好，非常棒，然后这个鳗鱼肉非常的新鲜呢，然后很紧实的味道。啊，应该说是很紧实的口感哦。啊，可以看到，就算泡在汤里，它这个鱼肉也不会散开啊。好，那非常的棒，嗯。好，那这个米应该也是寿司米啊，好，所以非常好吃。
然后很典雅的味道，然后非常棒。哦，让人一口接一口。然后那这个味道也是小孩子会喜欢的味道，味道不会很强烈，然后很好吃，很鲜甜。好，那这个是第一次的部分。个人觉得好像我一跟二吃是混在一起的，因为我还加了汤。好，那没关系啦，这样怎么吃自己喜欢就可以。哦，好，谢谢。欸，好，一吃二吃都可以了啊，就是自己开心就好。最重要就是品尝这个鳗鱼的鲜味啊。果然这个日式的鳗鱼饭跟我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哦。台湾的话是用方形的盒子盛的哦，那这边是用圆形的。好，那像我刚讲的，这个鳗鱼的话，它的肉就非常的紧实，好，然后很甘甜，然后鳗鱼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啊。嗯，我加加看，老板建议的酱汁好了。哦，它酱汁也蛮浓的。好，再吃吃看。哦，所以可见真正的鳗鱼饭跟我们台湾的鳗鱼饭好像略略有所不同，比较干了。那我之前吃到台湾的鳗鱼饭的话是比较湿啊，酱汁比较多。嗯，哦，加点酱汁口味也很好。不论如何啦，那这边的鳗鱼饭的话吃起来是比较干爽啊，然后但是它的鱼肉非常的有味道啊，非常典雅的味道。好，很好吃。然后它是大人跟小孩都会喜欢的味道，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黑，但是事实上它没有焦味哦，然后鱼肉非常的新鲜，然后鲜甜，然后还有这个木炭的香气在上面。嗯嗯嗯，然后在口中咀嚼着就会散发出这个鳗鱼的香气啊。嗯，非常棒，很好吃。然后它这个油脂非常的香，很棒。嗯嗯嗯，好，那客人都露出这个满足的声音了哦。嗯，好，非常棒。如果你是喜欢吃鳗鱼饭的朋友的话，很推荐这一家。哦，真的很好吃。嗯嗯嗯。超赞的，然后没有骨头了哦，只有感觉有点略略的小骨头，细骨一点点呢，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不会阻碍到咀嚼。嗯，很好吃。好，非常高品质的鳗鱼饭哦，然后吃起来很清爽，跟我想象中的那种鳗鱼饭又有一点不同。非常值得推荐的，好吃。好，那个分数我觉得是满分哦，非常棒。但是比较干爽一些，然后油脂的香气很足。然后它就是像这样非常细小的细丝，一点点而已啊。哦，它看起来看似清爽，但是它的鳗鱼非常的香哦，让人吃光光哦，非常棒。哦，其实主角就是鳗鱼了，那这个小菜都是还好，那试试看。哎呦，白萝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耶。嗯，就小菜也蛮厉害的，蛮解腻的啊。嗯，那就是塔古旺吧。哦，嗯，很清脆，很典雅的感觉。啊，这个是汤的部分，那喝喝看。那这个。也许日本人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喝喝看。啊，感觉有点像油豆腐啊，豆腐皮吧，豆腐皮啦。然后因为店员都在忙，就不好意思问了，我还是问一下好了。
好，刚才问店员，他说这个叫做麸啦，麸，然后还有这个瓦卡美，然后感觉是鳗鱼骨头熬的清汤，也很清甜哦。用这个汤做结尾很不错、哦。我们这个分数我就不评了，人家比较清淡。啊，细细的品尝也很鲜甜啊。我还是把我想象的分数评出来好了。但因为前面都非常的精彩了，那这样是我个人觉得是85分，因为很清爽，但是其他部分都非常的完美了啊。好，那这个是店里附的茶，深颜色的茶，虽然不知道什么茶了，口味也不错、哦，应该是有点类似乌龙茶的感觉啊。总之这个鳗鱼饭非常的棒啊。好，那最后就是这一间店的名片，叫做三合屋，好，地址在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一段53巷。3号1楼，好、啊，那今天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虽然都是吃鳗鱼饭，也都吃过鳗鱼干，但它的味道让我就觉得是非常的特别。好，那鳗鱼肉就是非常的浓郁的味道，鳗鱼干就是脆脆中带着甘甜苦味，然、啊、都非常好吃。然后白烧的话，就是吃原味跟蘸酱都非常的美味，然后它的味道很立体，然后也很鲜明哦。啊，虽然酱汁少一点的感觉，但是吃起来是很清爽又美味的，哦，非常值得推荐，也是觉得是满分的店了，哦，因为这个鳗鱼都是活的，看得到，然后现烤马上就现吃，它味道非常的棒。而想要了解这个三合屋的朋友可以来吃吃看哦，个人很推荐。如果你喜欢这种干爽型的鳗鱼饭的话，事实上它是很美味的。啊，那过来就祝你用餐愉快。那等一下社长出来跟我见面，不晓得他是不是要接受我的访谈啊？但是他是日本人，我看看能不能问什么。如果没有，就在这边结束。好，谢谢各位的观看啊。好，那这边就是社长，那社长就拍一下这个米其林达人呢、啊。哦 ，good， 嘿 ，good， 嘿 ，OK， 好，好，静照一下好了啊。OK， 嘿，谢谢，嘿。啊，非常亲切的达人呢、啊。好，然后这个鳗鱼烤的这样感觉就是会闪闪发光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是米其林烤鳗达人。好，那我从这个鳗鱼饭吃得出这个达人的心意了哦。那这个鳗鱼是非常的美味的。好，可以看到在这就算在这边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非常的热啊。好，那详细的这个味道就可能要请各位自己亲自来品尝了。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吃的蛮干的部分，那就是刚现杀完马上就拿着串起来烤，所以它的口感跟一般的鳗鱼干是不同的。好，可以看到在炙烧之后它这个油脂都出来了，哦，稍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烧焦，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技术了。有看到那油脂都爆爆爆爆爆这样子跑出来。据老板讲说，他只沾一次酱汁，然后再就炙烧到好。带的话可以做下来，
我们不是座位，是那个吧台的位置，我们现在只有那个位置可以。可以啊，没关系。好，那这边请哦。不好意思，谢谢。要不对，这边。好，不好意思，谢谢。好，那就等各位细细来品尝。好，那这边就写到这个重点了。那当然日文我是看不懂的，但是就是非常的美味了。好，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烤鳗鱼饭店。好，拜拜。